听说这钱小玉架子很大。那当然了，是林书记看好的人吗？你是说市委的林书记？是啊，我想一定是那个林书记啊。不过呢，我想他也红不了多久。为什么？这姓林的变来变去，他喜欢你呢，把你当宝；不喜欢你，你就是根草。还真把自个儿当明星了。